题探险。达达收到了一个快递。啊！哇！啊！达达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探险奖牌。哇，好帅呀！呼叫达达，呼叫达达，是爷爷。达达，奖牌收到了吗？是的，这次的真的好漂亮啊！是吗？太好了。爷爷，督达也想要奖牌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只有回答了探险谜题才能拿到哦。那么，你们要不要挑战呢？好啊。你们住着的那片森林里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我称它为这世界上让人最想去的地方。这世界上让人最想去的地方？是的，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个地方，就奖励你们这个探险奖牌。哇，好开心啊！世界上让人最想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呢？哇，只要达达在的地方，他都想去。那个地方啊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怎么会是吃的呢？太不像话了！那里肯定会有很神奇的宝物。那里肯定是帅气的冰舞场。呀，跳舞呀！是碧绿的大海。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啊，这样下去肯定找不到的。啊，对了，长鼻叔叔会不会知道呢？长鼻叔叔说他去过很多地方，说不定他会知道呢。世界上最想让人去的地方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爷爷应该知道，神秘森林里生活着一个百事通爷爷。哇，百事通爷爷！不过想见这位爷爷的话有点难。怎么了？他100年只醒一次。100年？我们找到了也没用啊。可是，今天就是百事通爷爷醒来的那一天。我们得抓紧了。那个地方是哪里？去那里的路又远又艰险，就算这样还要去吗？督察可以做到的。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。首先，在神秘森林的大树下乖乖等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叫。等到大家的肚子都咕咕叫了，就朝着树荫指向的方向一直往前走。啊，大家快看，树荫方向是指向北边的呢。那么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就行了吧。好，出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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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走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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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先要通过雾蒙蒙的黑暗处。啊！什么？这里不是高高的悬崖吗？啊！然后继续前进，一直往深处走。好累啊！一直一直走到没有路的时候，不能走了。有蜘蛛！就能到达很高很高的地方。啊！什么呀？这是到了吗？小伙伴们，这里就是最高的地方了。然后再背对着太阳站在那里，这样就能看到什么了。不是偶尔会来的地方吗？早知道坐平塔来就好了。
就是那个地方，住着百事通爷爷。嗯，我们又被长鼻叔叔骗了。是哪位？您好，我们是探险家。那个，您是不是百事通爷爷呀？大家好像都那么叫我。可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们在找这个世界上让人最想去的地方，您知道在哪里吗？那个地方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地方啊。我们谁都不知道啊！您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呢？好，听着，你们找的地方就是，是绝对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在哪儿，别人是没法告诉你们的，这要自己慢慢明白哦。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。可能现在不太明白，但是当你疲倦的时候，突然就会想起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了。现在我该睡觉了，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个老爷爷还百事通，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懂。达达，我们拿不到探险奖牌了吗？不是的，只要不放弃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的。可是现在我们都累了，我好想回家啊！还不如在家里泡温泉呢，白跑一趟啊！哎，这都怪长鼻叔叔。哎，孩子们，大树头，大家看起来都很累呢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那个，我们在找世界上最想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。这有什么难找的呢？这里好像就是那个地方啊。不是大树头的家吗？是啊，这是我的家，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我最想去的地方。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想呢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最喜欢这棵树了，因为无论我在任何地方都最想回家，所以对我来说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这里。那只是你的想法呀。原来大树头最喜欢自己的家啊。我也最喜欢我的家。我的家。等一下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想去的地方会不会是我们各自的家呢？哇，我刚刚也想到了那个。百事通爷爷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如果是家的话，我们自己都知道，所以应该是对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解开谜题了吗？这么说来，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吗？是的。那么说一下答案吧。世界上最让人想去的地方就是，是我们的家。你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每次开心的玩好就想回家了。家里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，家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在这世界上杜达最最喜欢我的家了。看来懂得了不小的道理呀。那我们回答的对还是错呢？回答正确，那我就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奖牌吧。哇，成功了。几天后，杜达和小伙伴们左盼右盼的包裹到了。哇！哇！杜达是我家的，每天都得带着。杜达和小伙伴们明白了，家
才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地方。